你们也觉得有点恶心，恶心，有点晕吗？停车拍个照片吧，不停，不然这一辈子你都没有。不可能，咱们在雪山下面看特清楚。人生这个角度，嗯，真的，人家拍着没法全挡着来，你要注意点。哎，你们不是说随，你们跟我说的是你们想干嘛干嘛吗？不行，为什么我就不能停车拍一张这么美好的照片呢？到那儿等着咱们去开会。因为光线和云随时都在变化。但是你不着急，我们每天都会看到。你们也觉得有点恶心吗？有点晕吗？还是有的是景儿，每天都不是一个角度。对每一件事的每一个角度都感兴趣，那你的人生会花费了大量的时间，花费在角度。不用，你不用，你不用说服我。我看一遍的时候，你让我心里舒畅点，不成吗？好的。OK 了。开始了。你希望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跟大家见面呢？首先肯定要漂漂亮亮的、美美的呀。Hello, Hello, 亲爱的。Hello, 你好。Hello。我叫孙怡。我汤汤，汤君美，叫我汤汤。好，就是好叫一点，不然我名字太难记。那我叫你汤汤姐，还是汤汤？没问题，都可以，都行了。哎，有人来啦。都是美女。哎呀，你好。Hello， 汤汤老师好，初次见面。汤金美，叫我汤汤，亲爱的啊，我叫我香香就可以了。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你好，你好 ，Hello，Hello， 张舒颖，张舒颖，汤汤，你好，你好，咱俩一个公司。哦，是，就是。谁开车啊？不要看他开，我是专业赛车手。你们做好准备啊 ！You really？ 对，就没有达到那个效果，不好意思。我们氛围已经烘托到这儿了，稳中求发展，稳中求发展。我平时是开赛车的，没想到这个车也这么好开。这车太帅了，哥哥！当然了，这可是东风标致408X， 这可是丰瑞设计下的失魂美学。太酷炫了，这车408X， 对，真好。我用408X 接最美的你。啊、还有这词儿呢？接不住了，还有这词儿没？哥哥即兴发挥了，哥即兴发挥了，要不说哥哥呢？俺也是哥哥呀，哥哥这么多年是有原因的。这大后备箱，妈，我哥八百米听见大嗓门子。Hello 啊 ，Hello 啊，来了雪琴，来吧，快点给我把行李拿上去，徐三，快点。哎呦呦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来吧来吧，完了完了，别别，哎哎，干什么？还赖我说你了？快点，以后下回，哎，服务很到位，行了，关上吧。哎呀妈呀，这小徐，这小徐，哎呀，行，尹老师。车内温度还合适吗？稍微有点冷，稍微有点冷，加点热，麻烦加热啊！师傅，加点热。我这就把东风标致出发。来，我先选我导航部。哎呦！哎呀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你先别走。徐正的声吗？我先别走，哥哥，哥哥，啊，你先换成那个小团团，行吗？哥哥精心挑选的。不行，不行，等一下。你看看雪琴现在都跟林志玲、欧阳娜娜在一个级别。哎呀呀呀！哎呀，快点换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猎琴。要我忙着的话，把我关了也行。你看，关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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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行，不行，可不行，可不行。有没有人管他们？开着我们的高颜值东风标致408X 出发了，这儿还有呢，这是商务。哎呀，哥哥，还没结束呢。没有，哥就是讲究一个实在。明白明白。哎呀，哥哥，人家买一回，我给多送六回。其实研究研究这咋开点风，开风，嗯，这样就有风了，透点，这样也更有风了，这样风更大了，这样你看看，你嘴是真碎呀，真是。太聒噪了，不是，我感觉咱姐不说话，其实事儿都能一直撑下去。哎，这有点像我前两天看那个厄尔纳河畔，他们就是逐山而居嘛。嗯，没少看呢。这玩意儿看啥都不行，不经意的展露一下，展露着一下，表明一下。对，这羊有点像我最近看那个
喜羊羊与灰太狼。哎呀，哥哥没少看呀、啊，哥哥。你这羊眼像灰太狼，主要是。这个树林就想起了光头强。哎呀，哥哥。哥看挺杂的呀。哎呦，这个牛好悠闲。那咋牛还能忙到起来呀？不是，有忙到的牛，也有没。拿笔记本就是他事儿。叫雨笔记。也有忙到的，开会抢票的忙的牛。哎呀，画不到地上，好累呀！好累呀、啊，给你坐一车好累、啊。我带了口香糖，有没有不用嚼的那种糖？也有。我要不嚼的。我要嚼的。你看他俩事儿也挺多。我要那种先得含一会儿，完了软了之后才能嚼的那种。哎呀，终于有点吃的能堵住嘴了。哎，你倒最好要的是传军哥跟鸟鸟。鸟鸟，我想看他俩谁先跟谁说话。对，就他俩。他俩，就他俩。我是鸟鸟，我是一个脱口秀演员、编剧。嗯，那可以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吗？30岁，女性，普通。我就是个普通人，一个普通而平凡的北大学子。我还挺喜欢聊天的。嗯，你喜欢聊天吗？对啊。嗯。都好啊，准备出发，全程38公里，大约需要1小时10分。建议走右侧车道，2百米后向左前方行驶。你好像也没带很多东西，就一个小箱子。对，就一个小箱。进入环岛，请从第二出口驶出。今天天气挺好的。哎，掷地有声，两个人说话都是咚咚咚咚咚咚咚。好在雪琴老师永远坐在我们的车上。前方红绿灯路口直行。红绿灯那块有违法拍照。红绿灯那块，其实是有三个人在车上。是是是是是。前方右转。哎呀，有牛。哎呀，这个牛毛的，这个牛毛的，这牛毛的，这牛毛的，这俩赶路赶的呀，这牛。哎，那你平时跟鸟鸟咋相处的呢？他老怼我，他、哦、是吗？他有时候那个嘴损起来，堪比雪琴。什么叫堪比我？我很温和的。17个人啊，能刻薄过来吗？太太，你定个方向吧，太太。肯定得挑战全美呀。新的权力中心肯定是国立老师吗？国立老师是权力中心，国立老师的爪牙就是周一围。行，这样，咱是你的爪牙，对，咱们跟他们制衡。您觉得国立老师会搅动桃花坞的局面？我不认为他会搅动，因为他应该是比我老奸巨猾一点。我并不是说张国立圆滑。老头是个好人，啊，也非常简单。这次我会绝对不说张国立的任何一句坏话。哎，我们停车拍个照片吧。不停，不然这一辈子你都没有。不可能，咱们在雪山下面看特清楚。人生这个角度，嗯，不用。你听我的，你别闹了，真的，人家拍着那边全等着咱呢，你要注意一点。哎，你们不是说随？你们跟我说的是你想干嘛干嘛吗？不行，为什么我就不能停车拍一张这么美好的照片呢？嗯，这个角度要是我告诉你，有的是角度，你就走吧。咱们那个在山脚下都能看得见山，可漂亮了。哎呦，美景不可辜负啊！嗯，这要把宋丹丹跟着我，说什么我也停下车来。我告诉你，我作为一个新牧民，我稍微的尊重你。你听我说哈。
待会儿咱们那地方全看得见，而且非常不是这个角度，不是这个角度。到那儿等着咱们去开会，因为光线和云随时都在变化。但是你不着急，我们每天都会看到。你们也觉得有点恶心吗？有点晕吗？还行，你现在来点有点有一点点。孩子有点晕晕的缘由，可能就是因为你那个缺氧，你吸个氧气吧。赶快拍！哎呀，我好希望这也是个红灯啊！有的是景，每天都不是一个角度。但是如果你漂亮，如果你对每一件事的每一个角度都感兴趣的话，那你的人生会花费在大量的时间，花费在角度上。不用，你不用，你不用说服我。好吧。我看见这样的时候，你让我心里舒畅点，不成吗？好的。来一个，我拍好了发你啊。嗯，你看，哎，云又上来了，小心羊哦，小心羊，小心羊，羊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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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羊，小心狗，哦，小狗。哎，就是之后到桃花坞了，我每天去陪你找不同角度，陪你出去溜达。我也陪你。好，我也加入。哎呦，好，咱们这一家好了，人家了。我现在还真有一点一家子出来旅游的那种感觉，是吧？开着车自驾游，但是一般的爸爸妈妈都是在吵架，我们俩就不吵架，我们俩关系真好，主要是我特别让着他，我真的是让着他，所以我们两个就算了就。我告诉你，所有的车哈，你看那些新物，你都不知道多尴尬。那你的意思就是我们是最和谐的一家人？我们是最和谐的一家人。那个不好意思，忘了问他空调怎么开了。小宋为您服务，还有什么需要请及时说。别，我这一下受宠若惊的，这汗毛都起来了。你就叫我汤汤就行啊。你们看，哦，感觉离山越来越近了。对。拐弯的时候很危险。对啊，但凡有些人技术没那么好的话，哎呀，这话你能夸的我。是不是？好，汤汤加油！不要鼓励我，我会飘。你别飘，你飘之前你跟我说一声，我先紧张一下。我没想到，因为其实我们是一个公司的，就我觉得他之前都不一定会知道我。谁开车啊？来上车吗？他是赛车手呢。啊啊！我当时心就融化了一下，就觉得好可爱啊。咱仨是一个公司的。出发。你们要涂护手霜吗？给我一点，好的，为了干。我也是，这地方好干啊。你要涂护手霜吗，瑞博？嗯，可以，谢谢。六。你怎么录节目也不化妆啊，我的哥。其实和一维哥就真的挺熟的，可能你跟他就是不熟的时候，你见到他就觉得他有点凶，然后有点逼亲。现在你在拍戏，他也在拍戏，这个话说的吧，好像他的拍戏就是拍戏一样，他的拍戏不是我标准意义上的拍戏。朱丹老师喜欢你什么呀？啊，这得问他。怎么能不谢谢自己的妻子呢？我还没谢谢我的妈妈呢，还没谢谢我的奶奶呢。但是就是你跟他多接触以后，你就会觉得他其实是一个挺可爱的，然后什么玩笑都可以开的人。我就想说，想在节目里面就是多多提携他，然后呢打开自己。你要知道，一维哥他们就是怕你不认识的人跟你一起走，就是你不说话，所以特意把我配给你的，让我把你打开。哦，那我放弃吧。小昂，你看过金庸的《射雕英雄传》吗？看过。你知道周一围老师演什么吗？他演黄药师。哦。但他说我的演技和他不分伯仲。在我之上。哦，羊，黑山羊，一定很好吃。
你好吓，你好吓人呀！你知道为什么人家看你觉得害怕了吧？我黑山羊一定好吃，好恐怖、啊！我的话都已经聊干了，还没到。早着呢，才早呢。哇，你看那个雪山啊，啊，好美，真好美，感觉很近吧？一个多小时呢。这样，咱们玩个游戏啊！哎呀，哎呀呀呀！五分钟，谁也不讲话。哦，看这个云呐、啊，那个美呀、啊！当时全是在这样照。哎呀，美的人想哭。哎呀，你别哭，美景真不可以辜负。你回头看看我，你立刻就笑了。咱现在这车上是一个小氛围，对，一会儿到了大家伙又不一样，又是一个氛围，又不一样了。对，我们到了，你能看懂吗？你是老乌民，娟哥。啊！哎！哦！嗨！坦诚相见。嗯。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来到桃花坞。相信你对桃花坞也有了一定的了解。我们的桃花坞不仅有有趣的活动。浪漫的故事更有让所有牧民们又爱又恨的行为艺术。今年的桃花坞将由一场名为《坦诚相见》的大型行为艺术开启。已经开始感到压力了。没错，桃花坞首次行为艺术来了。它源于云南少数民族的习俗春浴，旨在让人们快速了解彼此，互相增进感情。